豪华朗基宫是由四位年轻艺术家所组成的新媒体艺术团队。他们取材于自然环境，利用音乐、视觉、装置、文本跨领域的合作手法，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体。本次介绍的作品叫做《聆听花开的声音》，位于台中后里森林园区，被称为台中花博最受瞩目的作品。聆听花开的声音，大型艺术装置，直径约15公尺，结合艺术、人文与科技，以花神为核心概念打造，是地表最大的机械花，搭配灯光与音乐，造型千变万化。作品能够模拟植物、动物的动态，还能跟人互动。游客除了能看见花开的样子，也能聆听花开的声音。作品原始构想来自于对自然的观察，植物开花是为了吸引昆虫、鸟为它们传递花粉，达到物种延续的目的。这个作品集结设计、光电、音响、艺术层面各领域的人才，有如植物开花的意义、传递与互惠。作品的声光机音乐曲风多元，除了有各式各样乐器的声音，还能听见石虎之声、台风、午后雷阵雨、群鸟飞行等各式叫唤。相信这一朵结合台湾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机械绣花球，会成为大家对台中花博最深刻的印象。